想想，猫想想，宝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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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长朗这两天除了听志愿出了趟门，就再也没有出来过。哎，你们说他会不会想不开啊？胡说什么呢？能不能盼点好啊？不过，长朗这段时间确实很反常。高考这件事情啊，对他的影响确实很大，但是不至于像包包说的那么夸张。反正这事要是发生在我身上，我肯定得哭个十天半个月。那我们得赶紧想想办法呀，总不能让他一直闷在家里吧，迟早得闷出病来。可是有什么办法呢？高考结束之后，我一定要去看海。我们陪你去。我想到办法了。干嘛？出去玩，好地方，赶紧自己啊，快点！赶紧去好地方玩，就快起来！来，包，包拿过来。来来来，穿衣服。一下子拿。快点，又来不及了，快点！快！哎，穿衣服。天了，我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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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了，大嫂，不是你们干嘛呀？秘密。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包你满意。不是你们到底要干啥？走了，再见。那我走了。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。阿姨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肯定会带着一个开心的程朗安全回来的。阿姨再见。放心啊，一定注意安全啊。啊，拜拜。等等我。怎么这么怎么办，大头？怎么了？我们怎么办？让程朗开心一点。我哪有办法？宝宝，过来，我想想办法。哎呀！宝宝，程朗，揍他！宝宝啊，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你看咱大家出来玩嘛，开心一点。别生气啊！来，笑一个。啊，程朗，你不要跟他计较，包包就是个傻帽。你才傻帽呢！哎，你傻帽！哎，你傻帽！你们又不用你才是！停！小菊，我这口袋有点浅，要不你帮我装着吧？好啊！干嘛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我这个小包呢，不仅有拉链，还有内侧口袋，肯定不会丢钱的。那要不我们把钱给你统一保管吧，这样用起来会比较方便。好主意啊，我觉得可以。好，收钱喽。给。你们干嘛呀？哇，成了，你这么多钱啊！钱。给钱。爷，你是我们几个里最不靠谱的那一个，钱还是放在我这里，我比较踏实。你不给就算了，你为什么要损我啊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行，
今天我开心，不跟你计较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旅游团的导游夏美菊，请大家务必记住我的美貌，深深留在脑海中。祝大家旅途愉快，一路轻松。可以啊，你小菊，深藏不露啊。哎，但是有一点我要指出来啊。嗯。什么呀？有一点你说错了，我们接收不到你的美貌啊。是吧？长路漫漫，无心睡眠，要不我们来打牌吧，怎么样？啊，我要玩，玩，好呀，好，来呀。我们玩50K 吧，夏菊，你坐过去，我要跟程朗一对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一定可以大杀四方。行，我也要玩，你过去。不玩就不玩。夏菊，你帮我拿一下包，里边还有杂志，你可以看一下。嗯。我的天哪，淘淘。你这是把小卖部都搬来了，这不很快了吗？别催了，长老，快这个最好吃，给你，谢谢。两个三，两个五，两个五，两个二，全可以接。要不起，要不了，没有，都没有是吧？嗯。完了。哇！哇哇！四倍扣底啊！你手上至少有30分吧？你真要30分啊？你蠢不蠢啊！我的天哪，程老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哎呦，程老师爷，你俩下去一个，要不我俩这智商完全被碾压了，换一个智商低的上来。小雪，你来。什么意思？嗨，你快点过来啊！我跟你讲，就是你智商低，这样我们才能赢。你才智商低，你才智商低，你才智商低，你才智商低呢！啊！说，咱们家这几个孩子一块儿出去旅游，会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高考都考完了，你还不让人出去放松放松啊？再说有十一和程朗呢，你担心什么？也是啊。哎，婉芳，你没想着让程朗复读什么的？啊，我问过程朗了，他说虽然没有考上计算机专业，但是也能上一个江大的一本，所以就不考虑复读了。江大挺好的，离家又近，是不是？是，程朗也是这么说的。嗯。但是我这心里吧，总觉得对不起孩子。我老是想着呀，如果那天要是我陪着他去的话，那救人就是我的事情了，他也不会缺考呀。你说了现在呢，这孩子也没有上到他自己想上的专业，那你说我这心里不觉得？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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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老自责了，程朗考得不错啊。这事儿都过去了，你怎么还放在心上呢？长这么大，程朗也没让你操过心，你放心吧，这孩子肯定能有出息。是啊是啊，怎么着？你想让我这脏手来给你擦擦？别闹别闹，别闹别闹别闹，来别闹了。好了好了，别难过了啊。哎，对了，你家那个老鹿跟小鹿怎么样呀？这高考也结束了，那战争也结束了吧？说也奇怪，这一次俩人出奇的和谐，老鹿让他填那个清华大学建筑系，他就答应了，是不是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心里很是担心。靠你啊！我看能不能这么兴奋？看这句话，这二成功，是不是？大王，大王了，不要，大王。爱上一个人，你的整颗心都会被他所吸引，为他着迷，为他牵挂。他脸红心跳，我也相当于见不到他时想念他，
见到的时候，你会害羞的，不敢面对他。一张。干嘛呢？犯傻呢？涛涛，我上个洗手间。一张配啊！等会儿我陪你去啊。小菊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没有交代呀？我能有什么事情？你确定？你刚刚明明就表现得很不正常哦。我什么什么什么不正常啊？我上洗手间去了。还是你们两个儿子有出息啊，我们家小菊是没指望。哎，要不你们两家谁跟我们家接个娃娃亲，让我也沾沾光啊？我还行，我就喜欢小菊这样活泼可爱的女孩子。哎呀，算了吧，这小菊要是跟了你们家十一啊，那家房顶多得掀了。还是跟我们家程朗最合适。你懂什么呀？这叫欢喜冤家。我跟你说呀，在我眼里，小菊跟我们家程朗就是最般配、最合适的，就这么定了的。你别跟我抢，你别跟我抢。现在看来，有个女儿还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啊。你就等着享福吧啊！丈母娘的命多好呀，哪像我们呀，婆婆命。有福气的，太好了。旅客朋友们，云海站到了，有在云海站下车的旅客请带好您的车票和行李物品，在车厢两端下车。成了，火车到了。到了。嗯，行，我拿行李。哎，到了。我拿行李。啊，我来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没事，我可以的。注意安全。谁？谁？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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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到站了。到到了。行了，到站了。哎，你怎么了，夏菊？脸怎么这么红啊？我发烧了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太热。直接下车就行了啊！走吧，走吧，给你走。走。两个房间一共140块。好。哎呦，糖水糖麻烦你。啊？怎么了？我包呢？涛涛，我包呢？你能干点什么？没事，别急啊。慢慢找，丢不了。对对对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找。涛涛，你快看一下，你包里在不在？你们都看一下，包里在不在？你好好想一想，你上次拿包是什么时候，在哪儿拿的？我上火车的时候在啊，我看杂志的时候也在。我下火，我拿行李，我来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来吧。没事，我可以的。咋样？这附近？连个银行都没有，想取钱都取不了。我对不起大姐，都怪我。我就说不能把钱都给他吧，幸亏我这儿还有点。
剩的也不多了。小菊，都是小事儿，别太自责了啊。对对对，今天要不是有你带队，我有可能连自己都搞丢了。我本来是做了很多旅游攻略的，但是现在，别说玩了，我们大家连回去的车票都没钱买。这个问题有点严重吧？车票的事你们就不用担心了，我这剩的钱勉强还够买。那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回去？啊？宝宝，先把汗擦一下。夏小菊，别忘了我们这次来这儿的目的，啊？既然我们已经出来了，那就玩一天再回去吧。没钱怎么玩啊？没钱有没钱的玩法呀。哦，我有办法，看我的。好，看你的，走吧。走吧。行，走吧。小菊，你带我们来什么鬼地方？太荒凉了！哪儿那么多废话？快走！荒凉只是暂时的，翻过这座山呢，我们就能看到一个绝佳的美景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！这座山后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风景区，但是我们要是从正门走的话，就会比较远，所以我们只能从这儿绕进去。行啊，正好爬爬山，顺便还能看看风景。就是。走吧。那我们走吧，我迫不及待。走吧，走。起来了，走了走了，我爬不动了，我爬不动，让我歇一会儿。走了，让我歇一会儿。走走走，帮我想想，你又想挨揍是不是？快快起来，我赶紧起来，让我歇一会儿。快！哇，这到底是什么山呀？真好看。看你这么有兴趣啊，我就给你介绍介绍，这座山的名字叫青山。你这名儿起的也太水了吧？那要按你这个逻辑的话，那这片水还是绿色的，是不是要叫绿水啊？十一，我真佩服你，这你都知道。你们俩懂什么呀？青山海拔虽然不高，但是常年云雾缭绕，因此有青山醉雾之美名，云海县的云字就是这么得来的。小军你真厉害，我觉得你都可以去正大综艺当外景主持了。那当然，这些年的正大综艺不是白看的。怎么样，山里的风景是不是很美啊？雾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把包给我吧。让你把包给我，把手给我干嘛？小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太滑了，滑倒。没有摔破吧？没有。啊，等我一会儿，等我一会儿吧。小菊，你要带我去哪儿啊？啊！
是第一次看到大海，怎么样，满意吗？夏小菊知道你喜欢大海，所以特意为你安排。小菊，还愣着干什么呢？哎、走吧。哎，走啊！啊没兴趣。走啊！哎，干嘛？快上！走啊！干嘛？走啊！哎，鞋鞋。哎。陆十一，有你怕的爽。我不会游泳。小菊，十一是真的怕水。他为什么不学一学啊？他小时候去河边玩，差点被淹死，所以对水有恐惧症。哎。陆十一，来。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我站着。一、二、三。OK， 来，上去了，这么快的。来，赶紧去，开心一点，茄子。感觉这儿怎么样啊，程朗？舒服，简直是太完美了！何止完美啊，就是无敌完美，好不好？我都不想走了。那你今天就睡这儿吧，宝宝。我倒是希望今天的时间能过得慢一点。啊，好爽啊！好多呀，小菊，快看，这有好多贝壳呀！哇，这个也好看。我只想在这里多待一天。妈，你看，那儿有几处餐馆，我有办法，让我们在这儿多待一天。啊？嗯。老板，老板啊，求求你了，你们干活真的可厉害了，真的真的，我们擦桌子、扫地、洗碗都非常非常快。你要不信，我洗给你看。求求你了，别说了，真是怕了你们了。说的我脑袋都疼了。这样吧，这有几盆蚝，啊，给我剥出来，完成之后给你们50块钱。哎，一人50块吗？想什么呢？一共50，一个人的活。哎呦，好好干啊！谢谢老板。不用谢。哎，50块钱也不够我们住旅店的呀。哎呀，够的，包包，你看，50块钱，咱们能租两个帐篷呢。嗯。聪明啊！那就让我们早点干完，早点出去玩吧。好啊，大家拿出点精气神，大家一起加油加油加油！
怎么了？没事的，淘淘。就知道逞能，能不能注意一点啊？就是啊，我看看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小事而已。就算再拼，安全也是第一位的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我不是想到说我们快点弄完，可以早点出去玩吗？您说晚上在海边住帐篷，我还挺激动的。你没住过帐篷啊？没有啊，还是在海边，还蛮期待的。有什么可期待的？还有这么多活没干完呢，赶紧回来干活来。得嘞，陆老板发话了。你轻点弄，你把手扎了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小菊，你今天有点不对劲啊。没有啊，一切正常啊。不对，这个我在火车上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有问题。我能有什么问题呀？哦，这个好。你是不是喜欢成狼？嘘，小声点。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呢 ？OK， fine。这是你们的工资。70块。老板，你给多了吧？老板给多就拿着。没有给多，你们钱不是丢了吗？我想这50块钱对你们来说也不够用，就多给你们20。还没吃饭吗？我预备了几份炒饭，啊，算我请你们的，快去吃吧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不谢不谢，吃饭。冷冷冷冷冷。丁大姐，哎，丁大姐，哎，小杨，哎，哈哈，你好，恭喜了，丁大姐啊，你儿子有出息啊。哎呦，他们那是不是大学？快快快，打开看看！哎，好，快看看，可以呀！让我看看江州大学的通知书什么样啊？这是？哎，正好，也恭喜你们2位大姐啊！啊，还有我们家的呢。有夏小菊，我们家夏小菊也考上了。一二三，行，上了。那行，你们忙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啊。好的，谢谢你，小杨，谢谢。太棒了！虽然是个二本啊，那也是江大呀。哎、就是，我们成朗又是同学了。哎，哎呀，这恭喜恭喜你家孩子！你看，我们家夏小菊采访了。啊，哎，恭喜！糟了，出事儿了！哎，怎么了？你们家11的通知书有问题啊？问题大了。